到秀场之前的一个走廊里，然后有看到一个慢速表演，应该都是一些舞者，我觉得这个创意我很喜欢。有一套一身牛仔的一个外套加牛仔裤，挨的是很喇叭裤，很复古，很有70年代的风格的感觉，我很喜欢。整个现场的氛围由慢的音乐，然后一直到快的音乐，有古典，整个氛围我都很喜欢，会让我很快的融入到这个秀里面。我穿的是秋冬系列的一个黑色的风衣，然后上面还有一个香奈儿特色的山茶褂。